看着有些面生啊。啊，我俩新来的。嘿，切，那还不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了，男的一般看了我第一眼都不敢再看我第二眼。哎，大人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稷下书院。哦，爷爷，伯爷景行就在里面。你来开。好，爷爷。爷爷请。伯爷景行，别来无恙啊。爷爷，人我已经给你带到了，你是不是应该遵守承诺，把太子的消息告诉我？当然，太子现在他就藏在……骗我！爷爷，您出尔反尔。是你使诈在先，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。不过真的伯爷景行，我也给你带过来了，只要你告诉我太子的消息，我就让他出现在你面前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我知道你舍不得伯爷景行那个妖女，你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武林正义，可实际上你也是自私的。我们之间的区别就是50步和100步而已。我跟您不一样，起码我不会出尔反尔。伯爷景行，没想到吧，最终你还是成了我的囊中之物。更想不到的是清流亲手把你送上门的。江清流，亏我对你百般维护，你居然把我当作交换条件卖给了江隐天。你连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利用，我们之间早已没有情谊。江隐天，今天我并非输给了你，而是输给了我最信任的人。我无话可说。爷爷，人我已经给您带到了，太子的消息您是不是应该告诉我？清流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太子的下落的，
虽然伯爷锦行是我梦寐以求的，可太子也是一块肥肉。爷爷想鱼和熊掌兼得之。哼，这世间论起卑鄙无耻四个字，还真是非你江隐天莫属啊。还有什么话留到陈璧山庄的地牢里说吧。哦，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哦。现在能说服江隐天的就只有我了。那我也不能为了救太子把你的性命给搭上去吧。我身上有江隐天没有得到的无药心经，他现在是绝对不会杀我的。现在最难的是如何让他相信我们是真的反目成仇了。所以必要的时候一定要采取极端的手段来逼问太子的下落，哪怕是要对我痛下杀手。江家老儿，你孙儿要取本尊性命，看来无药心经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成为秘密了。住手！等一等，爷爷，只要我杀了他，我们江家就能重新拿回武林盟主之位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伯爷锦行现在还不能死。爷爷是为了无药心经吗？你只要按我的吩咐行事，不需多问。你要我不杀他也行，但必须拿太子的下落来换。你太幼稚了，今天就算你杀了伯爷锦行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太子的下落。把剑放下，将他押回地牢。就算我得不到太子的下落，对我也并没有什么损失，可只要我杀了他，
我江青流就可以重新夺回武林盟主之位。爷爷，当我揭发你的罪行，号召全天下英雄来对抗你的时候，你身败名裂，你说朝廷还会给你加官进爵吗？那个时候你就是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江青流，真的要背叛你的爷爷了？爷爷，这都是从您这儿言传身教得来的。你是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太子的下落是吗？那好。江青流，青流，是你逼爷爷出手的。这么多年，爷爷为了江家，什么事都干。你不杀我，我传你无药心经。爹，比起无药心经，我爷景行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。见得人的，见不得人的，甚至做了朝廷的鹰犬，可我问心无愧。爷爷，我得到什么了？得到的是你的背叛。这么多年，我一步一步地把你培养成了武林盟主，可你呢？你却和伯爷景行搞在了一起，狼狈为奸，你对得起江家吗？爷爷没得选。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轮回，你就是你爹送给我的报应。是你，是你杀了我爹。原来真相是这样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真相是从活人口中说出来的，这是我给你上的人生最后一课。明天天亮，就又会回到11年前那样，你为了抓住伯爷景行英勇赴死，而我又是那个抓住伯爷景行的大英雄。残酷吧，这就是现实。你放心，我会把武曜心经和残笑神功都传给你的儿子江梅魂，他就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。从今往后，没有人能撼动陈璧山庄的地位。老贼，想要我替你背黑锅，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今日我们老账新账一起算。你的剑法倒未曾阁下，若不是本尊身体有异，定能与你酣畅淋漓的大战一番。小姐，姐姐，废话少说。Thank you.
回来了吗？这都走了一夜了，我男神现在身体状况这么虚弱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要我说，咱们是不是操心过度了？人家小两口小别胜新婚，这江俊良是不是又来给人家拐了啥事啊？共度良宵，咱们还是各找各处吧。姐，啊，谷主，那是。姐，我们江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明天你照顾好少桑，等着我。楠楠，这么多年，多少过不去的坎儿都挺过去了，就因为他与南宫大人绑架太子，你就要置他于死地吗？青灵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。你爷爷，他对你没有生育之恩，却有养育之情，你怎么能下得去手？奶奶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孙儿无言辩解，要打要杀，我绝无怨言。这个家终于还是散了，我不会打你，更不会杀你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活着比死更难挨。报应啊，报应！哦，男神，喝一点吧，啊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姐。顾神医，你是不是把他扎傻了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对胭脂露都没有反应了？哀莫大于心死，我能救得了他的命，但我医不好他的心。顾神医，你就别绕弯子了。我男神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如果连他自己都没有活下去的意志，别说一个月，连一天都撑不下去。哎，顾神医。神医，来我们这儿的一般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想杀人，一种是想被人杀。我找人。找人不用这样吧？我找伯爷景行。我们做杀手的，为的是杀人赚钱，不想那么早死。再说，找他你应该去问惊风雾啊。现在后悔把别人灭门了吧？引阳道教主夫人，11年前伯爷景行灭我师门，杀我父亲，我是为了报仇才委身于阴阳道的。只要能杀伯爷景行，莫说是灭了惊风雾，就连你离恨天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一群蝼蚁。我知道江清流离开陈璧山庄之后来过你这儿，现在你只要告诉我他们的藏身之地在哪里。可以，1000两。我没钱。可是我们只认钱。不过偶尔也认人呢。顾神医。
顾神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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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神医。哎呀，这个苦莲子可真够狠心的。我们也得想点办法才行。男生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再一杯。哎，顾神医，平日里男神最听你的话，你再去劝劝他吧。我不去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谁的话都不听，还是让他自己一个人静静吧。我认识我男神这么长时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。前几次死里逃生也好好的嘛，你看这一次，你说江青楼到底把他怎么样了？难道江青流学了陈世美，脚踩两只船？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够渣了，没想到这个江青流比我还要渣，这让我怎么在江湖上混？不行，我必须替广大妇女惩凶除恶。哼！我杀了江应天。少爷，请节哀。您现在可是陈碧山庄唯一的支柱了。崔雪，你来陈碧山庄有多久了？崔雪五岁进的陈碧山庄，被老爷收留，送到少爷身边当随从。今年正好20，这一晃眼，整整有15年了。15年太快了。这15年来，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？少爷是我在世间见过最好的人，从来就没有一点主子的架子，对任何人都是那么和善，就连崔雪的名字都是少爷给取的。那一年来陈碧山庄的时候，刚进腊月，大半个冬天都没下过一场雪。那时候少爷特别希望能够下一场大雪，因此就赐了崔雪这个名字。我多想现在下一场大雪，把眼前的这一切全都掩埋掉，随着雪一起消融。少爷，您是不是伤心过度了，净说些胡话呀？现在正值仲夏，怎么可能下雪呢？不会下雪，怎么可能下雪呢？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消失，他就那样真真实实的摊在那儿，让我们去处理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崔雪，哎，去给各大门派发丧帖。是。九重城阙烟尘生，千乘万骑西南行。天旋地转回龙驭，到此踌躇。臣给太子殿下请安。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南宫大人来得正好，我听闻南宫大人饱读诗书，学富五车，来品鉴一下。南宫大人以为白居易的诗如何？此诗旨在谱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。感天动地，可歌可泣，不失为一首上佳之作。在南宫大人眼中，这不过是一首简单的爱情诗，但在我看来，
这是在写杨贵妃蛊惑皇上祸国殃民，导致外敌入侵，最后不得不以死谢罪平息众怒，才让大唐起死回生。臣以为太子殿下是想与臣探讨诗句，没想殿下却要评判历史。世中还世间，历史自有评判。要说这安史之乱的确是由杨贵妃所引起，倘若她能与那安禄山联合，那这大唐的江山如今在谁手上还说不准呢。那南宫大人是想学做杨贵妃还是安禄山？我谁都不想做，此二人选的都是下下之策，而我今日前来恰恰是想与太子殿下谈一谈合作的上上之策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。哎呀，殿下此言让人费解啊，想想如今皇上年弱体衰，圣命堪忧，而你身为一个堂堂的当朝太子，却被关在如此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能逃出升天。这江山我唾手可得，何须再打什么如意算盘呢？那你还跟我谈合作，不直接杀了我？殿下呀，想我为官多年，半生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朝廷，怎会容他轻易落入外人之手？殿下，您只要听我的，我仍然可以保你做那九五之尊之位。等你传位于我，我保你一生在宫中做一个富贵诗人。让我认贼作父，做梦！江山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在你们这些奸佞之人的手上。哎呀，殿下呀，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诚意啊。来人呐，属下在。给殿下再多拿一些书来，殿下恐怕要在这儿多住上些时日了。是。许久没见老夫人这样精心打扮了，这样打扮起来看着气色就好了许多呢。来，帮我把这个银簪戴上。这个银簪已经有些褪色了，不如咱们换一只吧。这只银簪是我嫁入陈璧山庄那天就戴在头上的，今天我也想带着它。好看吗？可见老夫人当年的风采。我说你小子去哪儿了？让你去点药，怎么去这么久时间啊？是不是又去看哪家姑娘了啊？我现在还有这个闲心逸致啊？哎，景烟呢？嘘，他刚喝完胭脂露，刚睡下啊。哦，给你看这个。嗯，
江隐天丧帖。我刚才啊看到两个快刀门的弟子，本想跟着他们顺点银子，没想到居然捡到了这个。你说这前任武林盟主的丧礼，他们也不当回事啊。这些人呢，口口声声说什么江湖情义，现在还不是一样？哎，人走长凉，可不是嘛。哎，不过这事儿可千万别跟景爷说啊。什么东西不能让我看见？哎，我这个脆弱无比的小心脏，这天要碎成八瓣了。景爷，你怎么这么快就醒了？手上拿的什么？被子。交出来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嗯，本尊最近身体不济，刀丝也很久没用了，是该拿出来练练了啊。宁为日碎，不为瓦全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为难你们。苦莲子。少爷，讣告我确实都已经发出去了，而且每个门派我都是亲自送过去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一个人都没有来。树倒猢狲散，真是世态炎凉。没关系，那些外人来了也是等着看我们陈璧山庄的笑话。今日就你我祖孙二人好好送他一程。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菊花茶，是刚刚煮好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青柳，跪下，给你爷爷磕三个头，叩谢他养育之恩。挺好，今日这三个响头磕完，你欠他的恩情就已经还完，从今以后都不需要再愧疚自责。我知道你杀他的原因，复仇自报，这是他应该受的报应。奶奶，没错，当年的事情我都知道，只不过我一直都在装聋作哑。奶奶，连你也知道所有事情的经过，这么多年竟然无动于衷。你以为我心里就好过吗？每每午夜梦回，我都能看见少桑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可是我能怎么办？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儿子，我不能再失去我的丈夫。
所以说这么多年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是吗？这些话我憋在心里11年了，今天终于都说出来了，我也终于能解脱了。奶奶，奶奶，你还嫌孙儿的罪孽不够深吗？我本来就是罪孽深重之人，若不是我一再的纵容他，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还有婉晨，那么好的孩子却被我亲手害死了，这个家就是我亲手拆散的。我到九泉之下也无颜面对他们。奶奶，其实婉晨还活着，他在世界上的另一端过得很开心。婉心，婉心，我要跟他们去了。陈碧山庄如今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救出太子，就当是为你爷爷赎罪吧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啊！再考虑考虑吧。让开！你现在可是陈碧山庄不共戴天的仇人呢，你现在去太危险了。怎么说，我跟那江引天也斗了半辈子了，论武功，论计谋，他和江湖上那些草包饭桶比起来，怎么也算是个好对手。于情于理，我都应该去送他最后一程。你算了，锦爷肯定是担心江家大少爷。不如我们就随他去吧。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们俩陪你去。师兄，素素。少爷，谢谢你们能来。江盟主节哀，我们在市集上听到消息，婉晨说无论如何也要过来看一眼。不管怎样，死者为大，怎么说我也在江家住了3年，也叫过二老爷爷奶奶。奶奶临行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你，我告诉她你现在过得很幸福，她很开心。一切都过去了，我现在也确实和水先生过得很好，虽然生活上比不上江家的锦衣玉食，但简单的多，也开心的多。要不是当年奶奶，我也下不了这个决心。既然来了，要不进去坐坐吧。不了，我和水先生明天就要搬出临安城，走之前再过来看看，尽最后一份孝道。至于这大门，我刚才也和崔雪说过了，不会再进去了。那也好。哦，对了，宁香嫁去上京了，走之前呢，我告诉了他你和水先生的事，你放心便好。多谢江盟主。江盟主告辞。